关于那个纺织粘土创作。那我们今天有请那个我们那个洪宇君那个洪老师来为大家做那个分享，然后并且他在会后会为大家带来一个简单的小试作。那我们现在来欢迎他。大家好，我是从嘉义来的那个甜甜老师。那我是台北人，就是我去嘉义创业这样子。那我在嘉义开了一间木屋与手作坊，在那个嘉义火车站旁边而已。所以如果有兴趣来找我的话，可以来那里，可以来找我玩。那我今天就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关于日本粘土的部分。这是我的简历。我现在是担任就是台南旧国团购中心跟成功中心的粘土老师，然后在前天的时候，刚接洽嘉义旧国团，所以我现在是三个旧国团的老师，然后现在也是嘉义高三的创意发展社的老师，然后之前有去南华大学就是教也是教粘土的，可是我是教那种比较简单的，就给他们当体验这样子，然后。应该是去年吧，一定有忘记了。其实也有去教那个老师，教老师，因为老师他们育达高中有那个幼保课，还有美容课。啊，美容课他们就是会需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粘土作品，所以就是也是请我去上。你好，准备可以先到哦。然后我本身是领有那个日本粘土老师的资格，就是我没有考台湾的，我直接跳到那个去考日本证书。就是这16件，所以等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看看。那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互动一下，就是关于粘土，想知道一下大家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一般我们粘土常常会说，哎呀，那个是不是都小朋友玩的？我想大家应该第一印象都是这个，对不对？就是说啊，这都小朋友玩的，应该没有大人在玩。可是其实粘土啊，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变越来越精致，然后细腻化到说你可以就是做像饰品、项链，像银粘土的项链啊，或者是法式那些的，那些就是比较细致的部分是小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然后一般我们也常听到纸粘土跟轻粘土，那它两个之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纸粘土的话，就是一般数据你买到就那种湿湿的，然后沾到手上你会觉得很黏的那种，然后做出来会干掉一块，然后掉地上还有声音的那种。那轻粘土的话，就是它特性就是像它名字一样，就很轻，然后它可塑性很高，它比纸粘土还高。上色的话，它可以上色到说，做的那么精致，可以像这样水嫩水嫩的感觉。它是纸粘土做不到的，所以这两种是它的差别还蛮大的。所以如果之后有想要玩类似这种的，可以上网找轻纸土，或者是你打轻粘土都有类似这种的。然后不要找纸粘土，因为纸粘土真的是它的效用不大，也不是很好用。那粘土有哪些用途？就我刚刚有说过，就是它可以做很多。其实你想从你平常用的，以石来说好，它虽然不能吃，可是它可以当怀家。它硬了之后，它是很硬的，它是不会裂掉。它虽然不防水，可是你可以上保护漆等等。那大到如果你是一般的，比如说居家装饰，比如说像花嘛，还是说面纸盒。那些都可以用，所以它的用途蛮广。台湾粘土跟日本粘土的差别，它们两个差别其实差在材质。日本粘土东西比较精致，精致度真的会差的蛮明显的。像这个玫瑰花好了，这个玫瑰花它整个都是用台湾粘土去做的。那这个梳子呢，全部都是用日本粘土。那其实你这样看，觉得好像两个都差不多，但等一下请大家就是来这边摸摸看，他们两个的质感不一样。这个的日本粘土细致度会比较高，虽然它因为它细致度比较高，所以相对它价钱也会比较高。那轻质土的话，台湾轻质土是价格便宜，取得性也很方便，可是它就是有个缺点，就
做出来比较简单，没有这么的真。所以一般那个才艺教室啊，或者是一般幼儿园，或是一般比较就是房间比较简单那种体验课，大部分都是用台湾黏土去做。日本黏土画比较常见在是就是那种单价比较高的，我们需要细致度比较高，比如项链，或者是你有老师有特殊需求，就是老师说这个是从日本带回来的，比如说这种仿真的蛋糕啊，或者是说比较单价比较高的那种适合收藏性的，我会用日本黏土，就是两者差。所以想要小心不要让小朋友拿到，因为它闻起来真的蛮香的。
那黏土就大概就介绍这两个。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等一下听的也可以问。那这个仿真甜点黏土，我们创作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婚礼小物，就是马卡龙的钥匙圈啊，马卡龙塔这些的。那我比较常接到的订单就是这个马卡龙钥匙圈，因为它一个单价蛮便宜的，然后加上它就是用的材料，我可以用台湾的布料做，不用说用到很贵的日本黏土，因为它这个其实就是它只是一个雕饰，只是一个雕饰，所以它不用那么很贵，而且它的商业价值也蛮高的，因为大人小孩都喜欢，任何场合都可以用，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蛮方便的。然后居家摆饰，像这个的话，它是一美材质制作的，它这个顶皮的部分啊，我是用那个我们女生用的那种化妆用的洗脸用海绵，整块加上那个奶油土去做，我就是等于是说我把它的这个本身材质的特性去加上黏土去做创作，所以不用一直执着于说我黏土就是整个都用黏土做，我再加一美材去做其他的创作。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我加奶油土，还有 cosmos 的话我是用在冰淇淋，因为它其中有一个冰淇淋我是让它想要呈现比较冷冻库拿出来的感觉，所以我用 cosmos。 那如果说我想要让它松软一点的话，我就是用 Modena 色的，让它做蛋糕体一点软软的感觉，因为它有一个软有一个特性就是看起来就是有点雾的感觉。然后再来，我们最新做的作品是这个荷包蛋跟这个炸虾的水粉碟。那这个荷包蛋的话，我目前店里面卖的还不错。它这个它是用那个台湾，就是用台湾土做的，这个都是用那个素材。素材的话可以呈现蛋的那种有点透明感，因为刚好蛋黄跟蛋白都是有点透透的感觉，所以我全部都用那个素材去做。然后旁边胶胶就是用那个一般的亚克力颜料去上色，做完之后我直接粘在手机壳上面。现在房间不是很多那种透明的塑胶壳，对，就直接粘上去，然后就这样就可以卖了。对，而且它因为它有上保护漆，所以它有防水，也很耐摔，因为它硬的，其实你怎么摔都没有关系。然后炸虾水生碟的话，它本身其实就是本身一个长的水生碟。我只是把黏土包在外面这样子的，那外面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炸过的感觉呢，我是把黏土滚水，它不是会有点湿湿稠稠的，然后我就把它裹在那个炸虾的外面，然后那个电风扇吹一吹，干了之后就长这样，就是让它就是，当然有那种黏土的特性，就是碰到水它会有点稠稠的。但是它干了之后就会定型的那种特性，这样子来用。然后虾子的尾巴我再另外上色，因为它如果我用黏土直接用粉色黏土做，它会假彩色，所以我会选择用上色，让它看起来比较实用。然后这个算是客制化商品，因为那个水生碟，我会看，因为客人有时候可能他要32G 或16G， 我不可能做了一堆摆在那里。所以我就说，他们如果说他们本身有水生碟，那就水生碟给我，我帮你做一做，我再还你这样。或者是就是我自己买安利长白不限定，就是我买到什么就做什么这样。所以他其实已经颠覆说，你就是平常想到的居家装饰跟一般的饰品类，他其实可以运用在三 C 的。像那种荷包蛋手机壳，就是比较不一样，以前都是我奶油手机壳弄得满满都是奶油。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就是你一个手机拿那个东南油怪怪的，所以这个蛋很纯，很单纯，就是一颗蛋，大人小孩，包含男生都会愿意拿出去，因为他觉得这个还蛮 OK 的，他们带出去不会觉得怪怪的。那这个不止可以用在手机壳，现在也是有客人订说用在那个鳞片夹、鳞片套上面，就贴在后面这样子，他出去就是这颗蛋就是他的，或是那种行李吊牌啊。那种宣传，我们常常要找自己
的行李嘛，啊，就是挂了一颗蛋，然后那颗蛋出来就是他的这样子，也不会出现。而且我一般在市面上又比较少见，对，所以不会无人。然后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日本师资证书的16件，这16件做完，你就可以拿到日本讲师的资格，你就可以授课。那台北的话，蛮多讲师的，网络上可以查一下，就是16件话是可以点点图，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那我想一下，就是点图的部分都分享完，然后我现在讲一下关于创作的部分。那创作，点图创作大家就是比较想说，可能就是你这比较适合当主页，可是我选择当主页，所以我当主页就是第一个遇到家人不支持。我那个时候我创业的时候，我爸妈觉得有点反对，因为那时候我刚，我那时候还在学校上班。因为我一毕业就留在学校上班，我是南华大学的辅助，然后薪水就两代就是刚出社会到22K 这样子，对啊，可是我就觉得说我不想一辈子领22K， 所以我就问我妈说，我年初做的还蛮有兴趣，然后我想要创业都可以，对啊，后来就他们一定要说你不行啊怎样的，所以后来我就是。有当副业一阵子，可是后来还是就偷偷的开了一间店，就偷偷的。那开了店之后，我就要克服，就是因为家人这样做，就是对自己老客人啊。所以我要克服的是，你社会刻板印象，大家觉得就刚刚说的小朋友在玩的，就他们说啊，你出来创业，你在教小朋友的吗？我每次都说没有没有，我是没有教小朋友，都教大的。后来他们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东西那么简单，你大人哪有要学？我就会跟他说，不然你来试做看看，我教你做。后来结果我客人就是因为我试几这样一句话，我说你来试试看，他试了之后就成为了我的老顾客，就是成为我的学生，就一直上到现在还是我的学生，上到现在。那台湾对于手作的看法，其实就是我从日本回来，就是发现说这差有蛮大的落差。日本对于手作是一个很尊重，然后会给一个很大的弹性可以去发挥。可是相对的，台湾的话就是对于手作反而是觉得说，可能因为太多有那种批发的，有时候它是手作的，所以大家对于手作这一块并不是那么的友善。可是现在有慢慢变好了。所以我现在还在对这方面在慢慢努力，说，就是让他说，自己试着做做看，不要说都是用买的，因为我们太习惯用买的买东西，所以我就说啊，你粘土，你现在是小时候你就有玩过了，我想入门起来应该比较简单，就从粘土开始，你就选择自己手做，试着做看看，试着自己当一个创作者。不要说每天都上班这样子，然后再来，既然我特别有了，我就是要寻找我的通路平台。那通路平台就是大家有听过，就是露天拍卖、奇摩拍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虾皮拍卖？没有听过，都有听过。对，新的虾皮拍卖是最近新的一个网络平台。那我。之前我都是用漆膜跟露天，可是漆膜有个缺点就是它的成交费太贵，然后露天的话是它容易被黑客入侵，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是有被害过一次，然后露天的话它的人就太饱和，所以后来我看到虾皮拍卖这个通路平台出现之后，我就直接转往虾皮拍卖，我把我的作品都放在虾皮拍卖卖，后来成效还不错。因为大家觉得说虾皮拍卖就是第一，它不用收成交费，然后第二，它的人现在客群还蛮稳定的，就是大家都是选择去购物比较多，然后露天又比露天拍卖好，就是它可以超商取货付款，不用申请，你直接可以报。所以对于我们这种手作来说，你既然少了成交费，不用被抽成，然后你又多了一个平台。然后又是手机软体，重点是手机软体，它直接可以手机 APP 直接，你要买什么就给你就好。
非常非常的便利，所以这个虾皮拍卖对于首都来说是一个非常 OK 的平台。它比那个 Pinko 那叫苹果，对，那种文创平台还好，因为它那要申请嘛，然后申请很多次才会过这样子。可是虾皮拍卖虽然不用申请，可是它对手作啊还是什么的，还是会有一部分客群会在那边看你的作品。我觉得虾皮拍卖它做的还不错，如果真的有对手作有兴趣，但又找不到通路平台来卖，我很建议虾皮拍卖。再来，黏土创作带给我的乐趣有这六点，就蛮疗愈舒压的，然后也算是我梦想的事业。那有啊，可以培养耐心，获得满足感，跟画不可能为可能。这个就还蛮好理解的吧，因为就是你可以把你可能脑海中想的东西用黏土捏出来，它是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取代，因为它是可以把你脑袋想的东西去化作真的东西，你只要你可以用黏土去做。因为你电脑，你可能有些人我们不会电脑，也不会画画，是就画不好看，所以可能就会放弃。但黏土是你只要你有一块土，你想要捏什么都可以捏出来。然后传递幸福，它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有客人他们要订婚礼小物，但是他们不希望总是就是给小朋友吃那种糖果啊、饼干那种，他们带回去都只是增加糖分而已。他们想要给就是来参加婚礼的客人有一个比较难得的回忆，回去可以收藏的。所以他们就是会觉得说，那也是我的一个学生，他结婚，他来这边学黏土跟我说，他说他来这边，他可以做他心里面所想要带给客人的东西，想要带给他们就是一个回忆，说你们有来参加过我的婚礼，不是只是参加，就是你们带一个东西回去，还记得我跟他的婚礼这样。所以他们那个女生，她名字叫莎拉，所以大家猜看她做了什么。沙拉面包，他做了沙拉面包，每一个宾客都拿了一个小小的沙拉面包，那个场面真的是，我那时候去看他的照片，我会觉得蛮感动，因为每个人都拿着沙拉面包都拍照。他最后还送了我一个沙拉面包，让自己做，后面写了他跟他先生的名字跟结婚日期。这个是一般房间的婚礼小屋做不到的，因为他们大部分房间会讲究是你订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黏来我这边黏土的话，就是他可以自己做，即使做的不好看也没关系，但是就是一个心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传递幸福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因为你有那种幸福感、愉悦感，才会想要一直做下去，不管做什么都会是这样。那我的创业过程就是兴趣变成事业，慢慢的就是。原本是做兼职，然后慢慢变成就是经营粉丝团。粉丝团之后，我就开始就做贩售啊，然后带动教学这样子。那我教学之后，因为我觉得如果一直困在同一个地方不太好，所以我就会去四处摆市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都有去摆过。对，然后就是分享我的黏土啊，然后我的创作理念这样子。然后也让更多人最快，就是直接接触人群，是让他们最快知道说台湾黏土跟日本黏土的差别在哪里。然后，我觉得之后，我觉得我的兴趣好像已经没有办法让更多人，就是好像卡到一个瓶颈。我想要更进修多一点，所以我就出去进修，就刚好遇到今年是日本40周年的哈比秀展览，然后我就去找老师学这些作品。然后顺便看一下，如果到底哪里不足，然后不会有再问老师这样子。虽然我一句日文都不会，但是我跟老师说，我这边哪里有问题，我就是比给他看，那老师就会拿黏土跟我说，就是要怎么做怎么做这样子。所以语言也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这一句日文都不会，可是我还是凭着我想去学的兴趣，就是不断去学。这是我上课的。上课的那个照片，这是去桃园育达高中的上课情形，都是老师。然后这是去我们嘉义的一间画室，
的那个加入的地方。那时候我是教小朋友说，哎，你们粘土要用哪一种比较好？然后这个的话是去我们嘉义高商教课，那时候教他们是用那个异材纸，用那个发泡粘土，就是我们那个机车坐垫的海绵去做的。然后，机车坐垫海绵大家想都是用一整块，但是它其实在网上有卖那种两瓶 ABG。然后你可以混好之后倒到模具里面，变成你想要的形状，混那个铁圈，对，它就会是那种软软的感觉。只是我今天没带，它就是触感就像海绵，可是它可以依你模具的形状不同去做变化。那这个的话，日本也叫发泡粘土，对，它这其实不是粘土，它是液体的，所以它这个算是液体，它都要做称作它为液媒材。这是气仙老师，然后这是光头老师，他们两个是日本很有名的老师。那气仙老师他主要做的就是那种比较仿真大型的甜点，像这种的。光头老师的话，他主要是做那种迷你型的。那对，就是在日本的话，就是一个人需求，有人喜欢那种袖珍型的，他就找这个老师；喜欢仿真大一点的，他就去找这个老师。比如说像我那颗蛋、荷包蛋那种手机，他们就会找这个老师去学。学比较大件的作品，然后如果这种喜欢小小的啊，像这种，它作品比较小，像这种的，这种比较小的，就是它做的。然后比较，不好意思，是这个是七仙老师都要做比较大，类似真的大蛋糕。然后关口老师的话是那种小小的迷你型的，然后比较少是出现这种大的作品。然后这个的话是另外一个日本老师做的作品，他是做木偶娃娃，只是他上面是用一些比较可爱的那种媒材去做装饰这样子。然后有一些老师会把它就是在娃娃上面加一些粘土的走配件啊，这样子变成一个很可爱的娃娃。然后这一些都是七仙老师的作品，这个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的变化版。那时候老师就是教我们做这个，然后让我们自己去变化这样子。啊，这是我回台湾之后再另外再做一个。然后在日本，他们做这些通常都是拿来做装摆饰或餐厅展示这样子，所以有一些餐厅业者就是会请这些老师做一些这种作品，或者是直接就是派他们员工去找这些老师进修啊，做完之后就回来用粘土做一做这样子，就他们做的都会很像真的这样子。然后这个像这种话，他们就在做成那种比较小的，像吊饰啊，还是这种瓷片。然后像这个柠檬片也是粘土做的，它就是用那个透明粘土去做。这种我看过老师，他是做别针，然后也有做法式。然后旁边这个是塔米亚的摊位。塔米亚的话，就是他们有动物星期，但是日本他们有另外做就是粘土有关的，比如说上色啊，一些喷枪之类的。他是那时候我去，他在因为我被挡住，他这个是那个喷枪，我们喷枪一般塔米亚都是拿来做喷模型，对，他这一次我去看他来喷粘土，喷粘土跟我们那种粘土蛋糕外面不是有可能会有点焦焦的那一种，他就是用那个喷枪去喷，对，是水性亚克力漆吗？对，然后就觉得他很厉害这样子，就老师特别去看到那台机器就扛回来。啊，我后来想想还是算了，我在台湾买好了，因为我觉得他那台有点重，就他就真的买一台，然后现场在那边吃饭有喷这样子。就因为我是那时候我没有拍，因为他那时候在示范，我不好意思去拍照。但是他那个就是我就真的是一般我在喷模型的那种，还蛮特别的。以前都是用手上色，用水彩啊，用画笔上色，然后就是用进化到用喷的，
喷的节省很多时间。然后这个就是我那个这个作品，那个单位，啊，其他是其他老师，就只能说，八位学生只有我一位台湾人，然后就老师讲他的，看我的那样子，就看隔壁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这样。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这个作品，然后也是这整座都只有我一个是台湾人，其他都是日本人。然后这个就是艺美彩，它这个是用那个化妆彩来去做的。然后它这个有点像果胶感觉的话，是用日本的 SG 胶去做的。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塑胶材质的东西，用这个夹花啊、夹草之类的去做装饰，所以他们不会说全部都是用日本的去做，会有一些就是比较算是，因为它是装饰性的。所以他们就会用别的媒材去做，然后这个是就是这是另外一款梳子，然后它这个主要是用那个 freeze 轻亮的跟那个 freeze 的那个透明度去做，就是水果的部分都是用 freeze 去做，然后其他的那就是轻亮的涂或者是 cosmos。然后这种有果酱感觉的这 XG， 那时候就是大家都是每个人挤好之后就调自己喜欢的颜色，是会看到有些人是那种红色，有人是咖啡色，有人是草莓色、橘色，就是你只要你加的颜料不同，就可以做不同的果酱。老师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规定说我们一定要排列跟他一样，或者是说给你果酱一样跟我一样这样子，所以每个人做出来会有稍稍的不同，可能有些人。薄荷叶在这边，有些人在上面，对，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他们还蛮特别的地方。我们上课都是就是算是创作，不会做一模一样，对，所以还蛮特别。然后这个大家猜猜看是什么？这看得出来吗？草。不是，它的工具用什么？草纸。它这个是名片夹 ，IC 卡，它是翻过来。翻过来，它那个后面有一个就是一个卡套的形状，可以放进去这样子。那我们这方面是有用到 UV 的话就是一般我们做指甲光疗的 UV， 然后草莓啊、水果什么的，就是用我刚刚说的那些媒材去做。所以就是它其实变化还蛮多的，而且它这个因为上了 UV 所以防水，而且它就是因为它是用那个。去做的，所以它也很硬。那我这样一堂课做下来要花大概两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半，但是日本他们的主持就是两个小时半时间到就是结束，他们就问你做完他会理你这样，所以我们大家要很赶赶着做完。然后
哦，因为它比较大一点，它比较久，它这一堂要4500，台币4500。但是我带回来台湾，我会价格不会开一样这么高，那个我会就是会用一些台湾黏土，让它价格压低一点，但是质量我会做不一样。然后日本人他们有一个比较对于智慧财产权比较尊重，就是他们会说你不可以跟他们做的一模一样，无论是贩售、教学都不可以。他们还蛮严谨，可是我不行。如果你有要教学或贩售一样的东西，你要签切结书，就代表说，哎，你要做这个，你要贩售，然后你要另外加台币3000块的费用给他们。哦，因为我是都没有加，所以我带回来台湾一定会再变，因为我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跟老师做一模一样，不然如果要再加3000块，真的很贵。然后这个的话，这个作品是两个，这两个也是4500，但是它上面这个4500，下面这个也4500，是因为它上面这个比较大，然后下面这个的话，它用的东西比较少，就没有这么多，它就薄薄的，就这样。然后它大部分的配件是老师做好的，它只有示范，所以老师那个才两个才4500。然后这个的话，好像是3800。3800，因为它比较贵，是贵在那它是用 UV。我们 UV 一罐就是500-600块，像以台币来讲600块，在日本的话比较便宜一点。但是老师是给我们一个人一整罐去挤，挤够整个东西，所以我们比较贵，也是比较贵一点。可是，虽然它贵，可是我觉得说这算是一个技术，所以花多一点钱没有关系。但带回来台湾当然就不可以开那么贵，就会开便宜一点。但是这个的话，我就会用全部是日本土的，但是水果的那种就比较少。然后，因为这种类型的卡套我在台湾也没有看过，所以我也是会找就是坊间比较常见的那种一般薄的，用名片的去做。所以价格也不是很贵，而且我觉得，因为它这个爱心卡套就是比较符合日本的那种，他们有个西瓜卡，对，然后很方便放。那我们的悠游卡放下就会有一点，有点掉下去不好拿。所以我那个这个我就纯粹当摆饰，我没有拿来放我的悠游卡，因为我就放不下去，就是放下去它会掉下去，然后就掉在这边，然后拿出来用刀，就很方便啊。但是他们西瓜卡就让我卡在这里，就好拿。所以就是，每个地方的那个特性都不同。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像是那个甜点常常有什么糖霜，那个也许我猜可以用那个喷枪去调整，用喷枪去喷出来。但是你像前面那个炸虾，它的那个。它上面的面包粉，这个对，那个感觉不太像是面包粉，然后还有一些甜点，它上面可能会有椰子粉，就是那种粗粒的，那个要怎么样模拟？买唐蜜亚的那个仿真砂糖，哦，那个也是唐蜜亚出的，我是那个唐蜜亚他们的那个仿真砂糖是比任何一家还有好用，对，可是如果是要做炸虾的学生点，我建议上面放糖霜。对，因为你因为要拔来拔去，然后你糖霜可能在你摸的时候都掉光光了。对，可是如果说是一般你做白痴，你就可以在上面用唐蜜亚的那个仿真砂糖那样磨一磨，它就会一颗一颗磨小，然后它就变成像这种，这个，那、啊、这个就还蛮明显的，然后它形状。啊，对。然后像是那个刚才有那个果酱的部分，那个果酱像是那种英国常用的那种 marmalade， 就是那个橘子果酱，它里面是有果皮的，所以就不是那种，应该是另外那个有两种，对，像这种的，对，它那个果酱如果要做出里面有，譬如说果皮啊，或者是什么
比如说像橘子皮，对，橘子皮或者是那个草莓籽那一类的东西，会很好，会不太好做。不会，你就是把你把它想象成是两个东西就好了，因为我们橘子皮是混到果酱里面拉拉，然后涂上去嘛。我们就先把橘子皮做好，用黏土做好，然后切碎之后，再倒到那个 XG 里面拉拉，然后再涂上去就好了。就是后来，我们后来老师跟我说，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很好奇，老师到底是怎么弄的。老师，结果老师说他这个草莓干啊，他是用那个我们黏土干的是用一块这样，然后他是用那个刨刀，是那种刨俄罗斯的在那边刨，然后掉下来那个屑屑就粘在上面，就很像，就我以前都把它丢垃圾桶这样，因为都干了啊。然后就老师是把它拿起来那个刨一刨之后丢在上面，就有点像草莓干。他们还蛮厉害的，会想一些蛮特别的东西。那你们能够做像是咖啡拉花那样子，可以上面的泡泡吗？可以可以，就是用也是用那个奶油土，奶油土去做，然后或者是用那个 UV 胶 ，UV 胶现在有出那个颜色的，有颜色的 UV 胶，只是那是手工艺在用的。像我很喜欢 UV 胶，像它这个。这个它有一点红红的，这个是 UV 胶，它是红色 UV 胶，这种的就比较特殊，它是新的技术，就是今年才有的哦，新产品。你说用紫外线固化的那种？对。那你授课大概建像这个悠游卡这样子的卡套，你是怎么收费的？目前我们教室开始还签了。那你同时会带几个？因为这个不太一定嘛。我一个也教，我最多就是看教务。如果是在我教室可以容纳八个人，我就是最多八个学生。那如果说有看报名的情形，但对一到八个人都对。如果我教室的话，可是如果是像那种大公司，一次可能来个二十个人啊，我也可以。那就是我就是反正这东西都准备好。我就可以直接教啊，教的方式就是有两种，一种是我示范，然后下面跟着同步做。但这个有一个问题点，有些人没做过啊，可能做一做不会问旁边也不会又乱教的。对，那所以像我大厂子的话，我就是会选择，我宁愿分一半，十个先来看我做，放回去之后，另外那十个回来再看我做，就比较容易。然后做完之后，我会再下去巡查。看谁有问题，直接帮忙。但是我不插手他们做东西。你的模式蛮特别，因为我认识一些在台北的老师们，他们好像大部分就是拿到证书之后，主要就是以授课为主，就到学生授课为主。可是你好像我有做伴奏，有伴奏，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你有自己开店嘛？对，就有自己的，然后再有会去，好像会去。因为人家介绍或者因为有知名度，所以有一些公司行号的时候，他可能就好像密室脱逃一样，可能大家一个下午来，对，来做来一个悠闲一下这样子。那你怎么去做到这些的生意或者说宣传之类的吗？其实我比较多种，算是一个，我是一个也教，还蛮特别，而且就是我比较常跑旧货款。那些的，然后我收费的话，我跟其他老师不太一样，因为有些老师会直接就说这一堂课就是多少，就要给我多少。可是有一些公司，我知道他们有一些经费上，有个人说我预算可能二十个人，我预算只有可能一个人才200块，然后我都可以做这样。我说他有时候指定我要做这个，这样，然后我说预算一个人只有200可不可以？那可是他们讲师费是会另外付给你。材料的，对，材料就200样，可能说好可以，对，就是可能你材料会给我200，那东西可能草莓炒了3片，或是2片这样子，但是香蕉是1片或2片，但是我一定会让他这作品是完整的，不会说因为你只给我200块，我就给你1片草莓，1片香蕉这样子而已，不会，还是会带到我该要教的东西。像台北的老师是比较多很多了、啊，多很多，我所知道的认证过的。可能好几千人。对，在嘉义那边。嘉义我也
哦，所以就你可以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对，可是也不能违背天道。对，就是变成是算，就是那个市场变成说那块饼只有我一个。嗯。而且你可以去做不同形式的的尝试。对。因为嘉义比较多，还是就是走小朋友性小朋友的客群，大人的比较少。因为有些公司喊号，我也想说做那种小朋友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愤怒鸟啊那种，然后我不想要，他们想要说就是比较实用性的，比如说那种卡套，或者是那种手机壳这种的。我在台北好像比较少看到做这样的，这个的，对，大部分都是像十六件啊，对这些的，嗯，就是日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对。我比较不想跟人家走一样，对，因为我觉得如果都走一样，我的创新度不高。或者这个相反，就是我问过这些老师，台北的老师，他们好像很少在贩售。对。对，因为也许跟选材有关系，像你说这个炸虾啦，或者对对对，就看起来就好像很实用或者很特殊的。因为贩售其实就是有时候，如果坦白说，其实是教课比较。比较稳定，也比较走盈利。可是我会选择多一个贩售，是我想让大家就是能够认识这个。对，因为如果纯粹一直教、一直教、一直教，教到最后你会教到没东西教了。因为你都是学生老师、学生老师这样子，你不知道消费者要什么。所以我走去市集，就是说接触大众，你为什么会喜欢我这个东西？那你想要学什么？我就可以研发出更多他们所需要的。你贩售的价钱大概是？如果是我有分学校跟一般市集，如果是学校的话，我是以学生来说，50到200是 range 是 OK 的。那如果一般外面市集的话，我会跳到，因为它可能有场地费的部分，所以我会抓100到500，100到500。你说教学？教学的话也是100。哦。因为那是体验课，体验课，然后你那个材料的费用，对，就是教教小朋友玩，又可以做出一样的东西。可是你在贩售的部分，就比如说你在刚刚讲那个平台的上面，虾皮吗？对，因为虾皮它不抽成，所以我就是跟我工作室卖价也是一样。对，比如说这个炸虾的话，比如说这个炸虾的话，我们一个是卖500，是含那个。对，还含那个水分碟，对吧？水分碟，水分碟在里面的，那拔不出来的，对对对。含在里面的，只是说我给客人就是长这样，然后外面会再加一个盒子，这样500。销售情形怎么样？还不错，还不错。嗯，订的都男生，没必要女生订这个，女生会订这个。啊，也有女生买这个是男生的。对。那情人节就有客人跟我订，说要做这个，他要我做这个，他要送给男生。啊，有些就是我还要告诉客户，就是买这个的时候后面打一个洞，然后把那个蝴蝶结这样子，然后或者就是有一张卡片说在写字这样子，对吧？因为男生会觉得说 USB 比较常用嘛，比较实用，也不会说像钥匙圈，可能叫我忘了钥匙圈，我觉得看起来娘娘的，但我觉得感觉比较实用。对，啊，手机壳可能有些男生就是他们，如果你问女生问男生你的手机型号，他们一定会有点奇。对啊，所以如果 USB 的话是其实就男生送男生，对，男生打配打男生市场的。对，那你的作品这个是已经是一样的，那有没有客户说拿照片我要做真的？有，比如说要做蛋糕，有，就是比如说要有那个冰火菠萝，那什么骨架算立方的面积还是？我会先做 demo 哎、欸，就是我会先自己做一个样皮，然后自己算价格，或者是如果我会看他如果是一般像我这样手做的，你也是看到照片，然后你可以马上估价吗？可以，他如果可是有两种价格，一种是他如果是商店会比较贵，然后如果他是跟我一样是手做的，他会比较便宜，因为手做的他会跟我说他的预算是多少。但是一般商家不会，一般商家他希望他的成品是精致的，是漂亮的，多少钱都没关系的，对，所以我就大概有你那做这种漂亮的东西，应该是老师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学了多久以后才有办法在市面上做？因为你以前就是说
不能再拿它当自己2K 或是30K 或许你不做些点，那现在做到这个程度，或许最高可能到不止100K 还是200K 啊？目前还没，因为我其实实际接触这个，从做到开教室到贩售，我只2年。那你肯定大学然后还是修，还是有参加社团？我大学是念幼教系的。那是，那就幼教有结构相关？没有，幼教没有做这个。哦，是。对。哦，就有兴趣啊，就可以做2年就。对。我25，我24岁开始接触，然后25岁开店，然后26岁当讲师。这现在不是别人在说你是在台北谁？我在台中学，我那时候人在嘉义，然后我礼拜六就坐客运，坐很久的客运到台中。台中。然后再从台中转客运，转那个公车到老师那边学，学完之后再回来嘉义。再回嘉义。对，来回大概两个月。哦，学两个月。学两个月。好久了。对。现在你说不管是在豆片也好，在虾皮也好，因为他卖的很挺广嘛，不止台湾，外国也有。香宜没有，现在香宜只有台湾有，只有台湾有配。哦，没有像露天。对，然后露天就是，露天我不知道外国客户有没有，可是我知道虾皮现在台湾好像台湾才可以卖，没有卖到国外，卖到国外是另外一个设计师品牌。哦，是啊。那像你这样子的，像比如说有金源给你买的，还是屏东给你买的，你是直接货直接送到？对。像比如帮你送过去的，对对对，就他就是像你一般在网络购物这样子，对，就是，可是他们比较方便是说，因为我们要先汇款，可是现在诈骗太多了，有些人不想汇款，对，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到寄到 seven， 我在 seven 取货这样子，取货付款，相比的话，他们这个是没有钱的，你货送过去也不用你的运费，对，不用，现在有满200的运费。像你看这么久有没有遇到退货的？说你没看到不喜欢太小的太大的，每次不一样。有、啊，没有。我照退，就我退就退给你，或者是我就是退钱给他，但是商品你不用还我了。商品。对对对，因为我退回来的商品会销毁。对，这样没错。我就直接销毁，我不会再卖给下一个客人。好，这样。因为我觉得这是对商品的尊重。每一样作品都已经有点。因为不一样。那、最高能卖到几？像这样。价格最高吗？没有，我说像每个月的产量。营运最高。还有包括你的讲师，还有包括你的社团这样，像那种小孩子也是，也是读医生，还是都以这行业来走的话是。其实不稳定。不稳定。老实讲不稳定，可是我最高，因为我才近2年。所以有差不多2万。哇，最多一个目前这样。2万，对。啊，扣除房租的话，就是还剩下1万多这样子。哦，就是7-8千块就。对对对。啊，现在以后每个月的学校这一点多的话，可能就会。对，就会比较稳定，慢慢成长这样子。慢慢成长。对对对。就看好后市就对了。对对对，其实走这个，其实你可以走。因为现在除了小朋友可以走以外，你还可以走大人。对。那、如果你说你又不坚持于说你只有教学，你还走贩售的话，那你的路会更广。就是贩售这样。对对对。教学这样可以。好，谢谢。可以到我们。